饭饭折磨了，声音变胖三公斤。恋情，很久没练，这个歌我觉得很好听。哎，各位客官没有看错，他就是声音五个多月的饭饭范玮琪。为什么声音还记得吗？范玮琪因不买台湾进出口口罩政策，在私人脸书彪骂行政院长苏贞昌狗官。现在啊，范范不多了，还要弹琴给大家听。不止更新 IG 动态，连留言都开放给酸民继续酸。有本事就躲起来呀，没事了就没完没了的 PO。 本尊亲自回复，我之前也不是躲起来呀，我只是给自己时间反省检讨的机会。结果就这样不知不觉，范范的脸居然跟着圆了。圆圆的，圆圆的，月亮的脸。从鹅蛋脸到肉肉脸只需要半年，他说跟着孩子作息吃吃喝喝，真不开玩笑的，三公斤起跳的速度。娱乐动新闻，幸福肥的意思啦，报道。